上脑袋做的。走开！耶、yeah. ！啊，九九，你没有换好，你把它弄断了脚。耶！耶！耶！来看呐、啊。鼻子嘴巴，来，耳朵都脱掉了，耳朵都还没有脱。嘴巴，里嘴嘴巴，里嘴嘴巴。大声一点啊！大声。亲爱的耶稣，亲爱的耶稣，感谢你让我们都无误的一家之福。真脚有叫啊，有叫一龙真脚，还有一龙真脚。哎、那老爸什么时候要去？就在等那个，他代替好他的什么女儿要去。昨天来我家。知道叔叔女儿昨天来的。哈哈哈，他讲我到他，一家去看看。他们因为幸福骄傲啊，什么寡不什么寡妇啊。寡妇说要带他报名给他儿子，他说你们要回老家去看看。啊，其实他爸爸没有意见啊，他爸爸都不讲，什么都不讲。你叔叔做什么呢？过世了不讲，是不是你讲不对？有没有肉啊？好吃啊？看羊皮对。老妈，老妈，你竟然也看棒球哦？看王建民的关系。那就是从你们小时候陪你们看。现在老师，我妈妈，我报你一个，明天晚上看。哦，哎，十二点两点的，王健。一点的，不是王健，詹家荣那个。哦，网球啦，美国公开赛。这个金牌真的是比较是最第一次的。啊，网球，你说美国公开赛哦？对。明天吗？啊？不是明天，今天半夜要打的。对。晚上吧。礼拜一的凌晨。游泳怎么弄？他有玩水啦、哦、这是蛙、喝水啦，蛙他喝脏水啦，他在运动而已，嘴巴嘴巴运动很快哦，一下子你们那个五点五六，现在要你大哥要加油啊、不要用挑的，直接拿一个，不可以挑来挑去，坐屁股哦。刘小忠，你不要挑，你拿了一个就要拿走。拿东西要拿自己最幸运的。你当大姐不容易呀。
Thank you.